10月10号星期六的双十杀狗公。猫公吧。猪。猫啊。猪公三个一 ，Action。好，跟之前的一样，我们双十就来十月。这钱要放哪里呀、啊？坏掉了。谁要删？不知道删。坏了。你看。这是什么？某某兑换机制？那我玩。哦 ，money money。我的钱。哎，猫咪走走看，走走看。你要小心，不要那个，不要就被这刺到哦。来，二，一，等等。好，再来。还有还有。这个。你要不要把它撇开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。不行啊。好。来，自己倒出来。你掉几个？我掉一个而已。喂，我没有掉。底下有几个？来，我帮你。哎，我有这个哎。谁啊？妈妈，我想这个。没什么特别。哎，我也有。我帮你看这一位。想喂谁啊？还是谁？有可能是蒋伟的。我想要蒋伟学。好，那个特别拿出来。比较神奇啊。我们先把那个特别拿出来分好。这个是分装好的。然后你要不买钱就拿出来了。好，为什么十块有分好几种？有三种。这个还有分好几种呢、啊。来帮我自己，那你给我，我分大头的，我没关系，我自己分每个。目前找不到奖位。这个是大头的。我也觉得是有一个的。大头的。那你分，你找这个，你找这种的小头的、大头的给我。还要分大头小头啊？不用了，那不用分了，好不好？太麻烦了，来，你们数自己数好自己有多少钱。啊，我会数哎。叠起来啊，叠十个。好，50先是。一下，1、2、3。不用数，你就把它叠起来就好了。叠起来。我数一下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真的是。50嘞，50就两。50另外100。我把小时候都没用钱，我把小时候最早零用钱是那个煮饭再给的。怎么感觉有点可怜？可怜哦，还好啊，小时候都没有零用钱的、啊。煮饭大概那时候一个月多少？一个礼拜是多少？500吗？还是一个月？10万。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10000就要嫉妒了。你有个蒋渭水的。你有个蒋渭水的。这是蒋，那他有个蒋经国的，是不是？蒋经国的是什么？是吗？还是蒋渭水？你怎么有这个？我有两个神奇的，我先把它放，把它们叠在一起。我也有个蒋渭水了。你好多奖励。
所以蒋渭水到底是干嘛的？我来看蒋渭，哎，我也有个蒋渭水的，亮亮的。但是我怎么看到那么多光头啊？那个是蒋渭水，快被光头吸引了。对、啊，我又有一个蒋渭水，你太多了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吗？可是我两个蒋渭水，一个这个神奇的人，名不知名之类，对。就可以比上你的那些了。小金箔呀。金箔。嗯。我附近的都，你看我刚刚我觉得那么奇怪，怪的。8、9、10，刚刚好。刚刚好，好收进去。好了，上次呢，姐姐剩下零用钱，去年姐姐剩下980块，妹妹剩下450块，然后上次鬼灭之刃呢花了1148块，所以妹妹拿去买鬼灭之刃剩0元，然后450块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为什么姐姐不帮我一起买？姐姐出698块，你出450块，所以姐姐剩下272元，那你剩下0元了。因为去年的零用钱姐姐比较多，那个我们钱就存去妈妈的话，妈妈的银行，然后姐姐现在累积的零用钱，今年是2880块，去年剩下272块，所以就是3152块零用钱。然后妹妹是去年零用钱都花光了，今年只有2800块，懂不懂？然后那个30块算我送你们的，每人30块蒋渭水那个有没有？放丢进去算那个，不算在算我给你们的，写在那个黑板上了，你们零用钱，爸爸写在爸爸的白板上面，然后等下去拿零用钱拿去给妈妈，叫妈妈存起来。然后由于去年的钱太少了，没有利息。我有啊。利息你要多少钱？利息252乘以利息是多少？叫做利息，利息就是你有钱剩下来，老板就会再给你270吧。272块乘以利息0.05好了，这样太多了，14块利息。那给我14块。那我呢？你去年没有剩下钱就没有。这边30块都你的，知道？然后这个零用钱拿来跟你们做什么的？圣诞礼物，圣诞节礼物你们自己想要买什么？这零用钱给你们买圣诞礼物，还有抽抽乐的奖品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吗？我不需要花我的钱，就花零用钱了。我们存零用钱就是买那些奖品用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想要花钱。没有，姐姐都得到14块。好，我也给你14块零用利息，好不好？好，妹妹，你花钱是很大方的，每次要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不然就花我的零用钱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有10块钱？你不是说14块，那我先。没有了，我帮你记在那个，来拿去给妈妈。我要拿去。好。来，我们个人拿一点。哦。不要等一下，等错掉。我要带去银行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我们现在量量看几公斤好了。2880跟2800，5600块。
四公斤啊？四公斤有多大？好，拿去给妈妈，妈妈收起来，快点。拿去给妈妈。你就拿走就好了。给我，给我，快点。拿去给妈妈了，快。4.1公斤的。嗯，对。好，去洗香香了，去。妈妈，这钱我们就把它没收就好了。